诸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顶一集啊，咱讲到一个五心啊，这个葱啊、蒜头、韭菜、韭菜花、葱头这个蒜啊，那么这呢，在植物里面啊。属于五心，那么五心啊，佛在楞严经甲咱讲甲真清楚啊。青家呢啊，开动肝火啊，就讲青家生金啊，动肝火较容易发脾气。那么食生呢，增长。荷尔蒙啊，引起生理上性的冲动啊，所以佛啊，劝咱这五种啊，卖食。那么咱看到经典这个讲法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咱在生活当中也要知影通权达变，那么这在佛的戒律里面啊，叫做开了齐凡啊，开了齐凡呐啊，就是咱一般讲通权达变啊。譬如讲厝内底人啊，伊也无信佛，也无学佛。那么，咱劝伊食素。那么，伊会当不杀生食素，那么这已经是真好了。但是呢，伊个煮菜时阵啊，会配一寡五辛啊，咱一般讲欠芳啦，像葱啊啦、蒜头啦、这类个。伊无掺这物件呢，伊感觉啊，这菜食落呢，拢无口味。食袂落去。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么可以开源那么等到伊呢深入了后伊自然伊会改变。所以这是方便所以像这款情形呢咱都爱看情形啦。如果呢厝内底人大家拢会当。接受当然上好啦。那如果呢，还阁有人未接受，那么咱就要开源爱方便所以咱爱知影学佛爱明理佛教咱在生活中爱活活泼泼绝对毋是叫咱死在故下。死在故下就错了。那么这五心呢？经典上讲的确实无唔对但是呢，你食的量一定要真多，那么伊才会起这个作用那么唔是讲你这个蒜头呢，加一两粒马上就发脾气。也毋是讲安尼啦，那亲像山东人食咧食几碗头迄度影发脾气量食多因咧食这蒜头，敢若食土豆共款那么迄是有问题所以爱达到迄个分量就敢若像啉酒共款。迄个酒呢，啉超过量了，你才会醉分量太少呢，也袂醉，不起作用。所以在菜内面呢，配这佐料无关系甲料酒是同款的道理酒是五戒之一，比五辛也较严重你食五辛，无算破戒。
你啉酒是破戒，但是佛为什么制定酒戒呢？酒醉乱性，因为啉酒啊，醉失去理智，会破其他的戒。因为这个因果，才制定酒为当戒之一，是这个道理。所以酒这条戒呢，伊毋是性戒，就是讲伊本身啊，并无罪过。是属于掠戒，掠就是预防啦，防范预防的意思。预防你啉酒醉呢，去犯着头前迄四条重戒，是这个原因。所以酒叫掠戒，掠就是预防，预防的戒。酒本身呢，伊毋是杀生，拢是植物去酿造的。所以伊本身并不是有罪，是因为迄个酒性食落啦，人醉乱性，会做出杀盗淫妄，破了头前这四条重戒，因此呢，佛把酒摆在五戒之一，就是这个道理。那么酒这条啊，伊个开源也特别多啊。比如讲，有病的时阵，像中药，有真侪是用酒做药引。那么做药啊用的啊，这无算破戒啊，这就叫开戒啊，这叫做开源啊，开是开放啊，开源。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是叫开源。另外呢，年岁较大的人，即使是出家人，七十岁以上，体力衰退，血压循环不好，酒会当帮助血压循环，所以对老年的人啊，也有这个开源。那么，迄也是等于做药啊用的啦，迄毋是啉佚佗的。那么，家师在讲习中也常常讲起，伊拄拄初学佛的时候，台北市有两三间寺庙，伊常常去，定来去寺庙佚佗，因为常常中昼暗时啊，在庙内面食饭啊，当然呢，就看到出家人啊，看到老和尚在食饭的时阵啊，啉一杯酒，伊就感觉奇怪了。这五戒内面，不是讲不饮酒吗？为什么老和尚每天吃饭啊，会啉一杯酒，也唔敢问啊。以后到台中，遇到李老师，讲到这件代志，伊才提起，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就甲讲啦，这是开源。年岁大了，这个酒啊，伊帮助血压循环。伊做药啊用啊，啉酒的迄个老和尚也七十几岁，将近八十岁了。所以呢，迄阵家属才知影，原来啊是这个道理。也阁有穿这个袍衫，那么像咱现在呢，一般啊有穿这个羊毛衫，羊毛去做的衫。那么羊毛啊，还有其他动物的毛啊，迄是加入来啊，
将迄个羊啊，迄个身上啊，伊个毛甲夹落来，那么来做衫。那么这是无杀生啦，啊，只是取伊个毛。但是破衫呢，迄是杀生。啊，破衫你一定是甲这个动物抬死，啊，迄个破甲剥落来，去做这个衫。啊，所以穿破衫是杀生啊，啊，等于甲食肉同款意思。但是伊要开言，即在《沙弥律仪》内面要讲的，年岁太大了，一般的米啊，穿袂烧，特别在中国北方，即冬天呢，迄非常冷，一定要破衣才会当保暖，才会烧。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开言，可见的啊，佛为咱制定的这戒律，拢是真合乎人情。在某种情形之下，非用不可，即阵啊可以用啊，一旦卖用啊，上好是卖用啊，必须用的话呢，可以用。所以菜里面用料酒啊，即卖呢，就较食素的人讲身体较寒啦。有一挂菜呢，迄、那个性质较寒冷啊，比如讲大白菜啦，即一类的啊。那么食素的人呢，掺一点啊米酒啊，掺一点啊麻油啊。那么这是啊综合。啊，迄、那个菜性啊，较袂晓寒冷，那么这是可以用。那么你做料酒啊，掺一点啊，啊，迄、那个滚过，迄都无啥酒味啊。啊，迄食呢袂醉。啊，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袂醉。啊，啊都可以用。啊，像这常识，咱明白了。知影佛制定的戒，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啊，伊防范的是什么？啊，伊主要呢制定这条戒呢是什么作用？啊，是要防范什么？咱来知影。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安尼对当原谅，对当自在，啊，袂死在戒条之下。啊，所以有一挂去修戒人呢。无修戒呢，伊也无这问题啊。修了戒呢，在生活中呢，感觉处处都障碍，处处都问题。那么，这就是对于戒律开了迟缓，无明了啊，所以产生这种问题啊。不过，咱要特别留意啊，这个。贪吃就错了啊！比如讲，饮酒你是饮佚佗的，啊，贪饮啊，饮到醉，那么迄度破戒啊，犯戒。那为身体健康啊，必须摄取的营养啊，拢叫开源啊。那么在家动手啊，最好会当会记得不杀生，这第一条。就是佛在戒经里面常讲的，啊，你若还袂当断素，那么上好食三净六五净六，啊，这个三净六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一般市场啊，买变的冷冻的，啊，唔好买活的呢，等来抬，啊，或者去餐厅呢，食活的。啊，咱先食三净六。那么咱今日讲究卫生，也无食肉，啊，食长寿，啊，食长寿是上卫生的啦。
那么三情六啊，都讲讲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恶杀啊。那么五情六呢，对这三项后头佫加两种，一个是家己死的，一个是尿残啊，就是野兽食剩的啊。但是呢，啊，你看到家己死的动物啊，你敢敢食啊？即嘛无人敢食啦。啊，野兽食剩的你嘛唔敢食啊。所以一般呢。也是三情六啊，也是三情六啊，因为家己死的野兽食剩的呢啊，咱即卖看到拢无卫生啊，啊，决定唔好食啊，决定不杀生啊，你到市场啊买变的啊，确实啦，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恶杀，这叫三情六啊。那么在不得已之下，就遵守。这个告诫啊，一旦卖家当然上好啊。即马素食内面的营养分啊，也确实拢有够啊。啊，所以过去有一挂人讲无食肉呢，感觉讲营养无够啊。但是现在呢，食素的人真多啊。那么这件代志呢，大家慢慢了解证实。啊，食素确实营养拢有够。啊，这是事实。何况呢，心若愈清净，啊，你的能量消磨就愈少，啊，无需要太多这个力量。啊，这个能量90%以上。都是消磨在妄想顶面，所以妄念多，烦恼多，你消磨就多了。消磨多，当然你要有充足的能量来补充。如果补充不够，身体就毛病了。这都是一些常识，说法、佛法都讲究。十善业第二个是不偷盗啊，第一条啊不杀生啊，因为一般人啊总是将杀生啊当作正常的啊，那实际上是错误啊。因此呢，佛啊在五戒十善业啊三昧十戒拢把不杀生放在第一条。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条呢？主要啊，提醒我们世间人，不管有学佛无学佛的，明白跟我们说，杀生是绝对错误的，杀生是冤冤相报。那么第二条不偷盗，这个偷盗，就不管是有学佛无学佛啊，你信仰多一个宗教，大家拢知影啦。啊，这偷盗是错误的，袂使去共偷，袂使去共抢。啊，凡是有主人的物件，啊，你若无经过主人的同意，就甲摕来使用，啊，纵然搁较细物件，也是偷盗。啊，这是大偷小偷啦。偷多偷少啊，这在戒经叫不依处啊，无恩准，你就给他拿来啊。那么这是凡是世间人，大家拢知影偷多是无好啊，所以呢，摆第二条啊，摆第二条啊，不杀生摆第一条。就因果上讲，不杀得长寿啊，所以不杀生的果报是健康长寿。我爱护动物的寿命，也会延长自己的寿命啊。所以呢，咱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啊，岁寿长远啊，岁寿长，身体也要健康。岁寿长，若一天到晚破病，也是真痛苦。
那么多边啊，寿命短，这拢是为杀业来的。啊，过去今生啊，一个杀生所得的果报。啊，所以不杀生啊，会得到健康长寿。啊，那么反倒转来讲啦，你若杀生太重，啊，你毋是搞破病，那么就是寿命短啦。啊，寿命短，啊，多病，啊，得到重病、恶病，啊，这种是杀业。果报。那么不偷盗呢？不盗得大富。啊，咱一般人啊，无一个无求富贵，啊，无一个无求财富。啊，但是你要求财富呢，首先要做到不盗，袂使偷盗。啊，富就是财富。那么这话佛在《阿难文殊佛吉祥经》里面讲。啊，这个经啊，过去道场啊用过真多，家师也讲过真多遍。啊，那么老同修啊，捌听过，啊，也会记。经文里面。都叫不依处，无得到主人同意，你就提，这就叫多。啊，多的范围非常广泛，啊，这一条界真不容易取。啊，但是这大家是讲仙，无讲界。啊，仙甲界不相同，仙是得人天福报。修习仙得人天福报啊！如果持戒，持戒目标是得定，所以项目虽然相同，目标无同款，果报不相同啊！所以咱来知影啊，因为五戒五条啊，加习仙正面啊。四条是同款的，啊，这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那么这四条啊，跟五戒前面四条完全同款。啊，这个是仙啊，甲戒啊，伊的差别。啊，那么戒是得定啊。那么为什么讲十善头前四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跟五戒头前呢，也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四条呢，名目拢同款，这名称拢同款，但是为什么伊的作用各不无同呢？啊，那么咱。看这个正业三福就真清楚了。啊，这个十善呢，在三福是排在第一福，第一福。那么戒呢，是属于第二福了，啊，为五戒开始。啊，但是戒前面还有一个三皈依，啊，这学佛的同修大家拢知影。啊，所以第二福。就讲到修持三规具足障碍，不犯威仪啊，所以戒跟善业差别呢，就在三规依啦。啊，你阿无三规依啊，那么修的呢属于善，属于十善，十善业的范围啊，那么会当得人天福报啊。但是你有三规依的基础，那么修就是。属于戒，因为三皈依的基础，那么迄度唔是世间的善啦，属于
出世间的戒法，为五戒开始。那么这个戒呢，会帮助你得到定，定帮你开智慧，智慧呢帮你断烦恼，出三界。这是仙跟戒无同款的所在。偷盗呢，损福啊。那么，咱人为什么会去偷盗呢？总是有一个心理啦，想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要占别人的便宜。啊，以为安尼呢，家己会当得到便宜啊，家己会当得到好处。啊，实际上呢，事实啊，拄甲咱世间人想的拄啊倒变。啊，你想要占人的便宜啊，去偷去盗呢，反倒转来损着家己的福报。啊，本来你命中啊，比如讲，这一年会当赚100万，啊，因个偷盗的手段，啊，因个不正当的手段。去得来，这犯着偷盗戒啊，那变成变50万啊，啊，摕到50万呢，伊也足欢喜啊，以为呢，伊用这手段呢，得到这钱财啊，啊，实际上伊命中呢，唔拿安尼啊，啊，已经亏损去，伊唔知影啊。如果不断做这个业呢，不断亏损啊，亏损到尾啊呢？就无福报啊！啊，那么人在世间若无福，啊，迄生活就真凄惨啦。所以人在一生当中，无论是个人、啊家庭，乃至于打进社会，啊领导大众，拢需要福报。无福报，什么代志都未成功。有福报的人做起来真顺利，无福报的人去做，处处拢是障碍。所以咱修福都来不及了，本来会使把家己的福报损掉呢？偷盗就是毁家己的福报。这不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人所应该做的。实现第三个是不邪淫，啊，在家的动手，正当的夫妻，无算邪淫，夫妻之外，拢算邪淫，这个过失非常重。拄只讲，实现是得人天福报，啊，这个十条拢修，啊，你才修到。圆满的福报啊，如果有欠缺啊，你的福报就无圆满。后面四条是口业不妄语，无欺骗人，不良邪啊，决定无挑拨是非，不恶口啊，对讲话无粗鲁啊，恶口就是讲话粗鲁。啊，所以讲话口气无好，啊，容易伤人。欺侮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编一寡呢真好听的话，啊，包括写文章啦，啊，唱歌啦，搬这个戏剧，啊，编个真美嘞，其实啦，唔是真的，啊，拢是骗人。啊，那么这是靠四种的过失，犯这个四种过失，在社会上就得不到大众对你的信任。中国古早人常讲，人无信不立，一个人在社会上无信用，就未当生存，不能立足于社会。以前中国社会非常守信，超过外国人。外国人办事爱签约，爱订合同，
有文字做凭据，中国古早时候无，就是一句话，无需要这手续，但是现在社会袂用的咯。以前的中国人非常守信，认为欺骗人是莫大的体力。那么外国像美国，完全是法治的国家，信用摆在第一位。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人民一般生活最重要就是贷款。你无信用，你就借不到钱，借不到钱，你生活就非常困难。所以呢，伊迄个叫信用卡，真有信用，无信用在国外生存就非常困难。所以呢，因的信用啦，看得比什么都较重要，比财富较重要。无钱无关系，无信用就不得了。考验这个四种险，这个不蒙语、不良学、不恶口、不欺负那么你来当做到这四条靠的险业，社会大众对你就真有信任，会当尊敬你。第三业，不贪、不嗔、不痴。那么在高德上讲，你会得到心地清净、平安自在。因为这三条啊，叫做根本烦恼。这物件无了，烦恼断掉了。烦恼断掉，当然心安理得。你心内呢，袂再起贪心，袂再起嗔恨心。袂阁起牛痴心，这个心自然就安了。所以这是人天之福。那么咱来当修这个十善业，修到圆满。那么咱在六道内面是在人天两道当中，未对到三恶道。那么想要得到圆满的福报，你只要修这四句，就能得到，你一定可以得到。那么佛有为咱专门讲一部《十善业道经》，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这本经家书过去也在新加坡净宗学会早餐开始讲过一遍，这拢有录影落来，这个 VCD 也流通真久了，即马这个电视台呢也拢有在播送，那么咱也曾经翻译过台语，那么咱会当从这部经里面多听。咱在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要详细了解呢，一定要深入十善业道经，咱才会当了解这个十善业这个因果事理，咱的修持才会当深入。那么以上所讲的是本经三福第一福，简单介绍。那么这是三福的第一福那么下面呢咱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二福第二是小乘的福报。那么小乘以上就属于出世间法了。出世间呢，就是出离六道十法界，为第二福开始。
那么第一方啊，属于人天福报，人天福报。那么第二方有三句：你者修持三规，知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么这三句是第二方。注意动手啊，必须细心啊，去体认学佛不容易。要成就更加不容易，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佛法是建立在人天福德的基础上。咱今日讲修三规，三规是建立在前面的孝亲、尊师、诸心。实现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无这三皈依，纵然修了，是假不是真的。啊，你所修的是形式，啊，真正三皈依无得到，为什么无呢？你无基础。啊，我给你一杯甘露，啊，你用手捧。袂用的，漏掉去。啊，你一定爱摕一个杯仔来滴。啊，证明人天福报啊，就是对甘露的杯仔。啊，所以你无杯仔，你就得袂到甘露。真侪人无明了这个道理，疏忽了。虽然发心学佛，学了偌侪年，拢无成就。啊，依旧是妄念啊！原因在哪里呢？拢在这几句顶面。修是接受，持是接受之后爱保持，永远袂使失掉。三规是咱修行的总纲领，啊，是咱修行最高的指导方针。换一句话讲，咱学佛了。有人来问我，你学的是什么？但总都要答得出来。三规就是咱所修学的。注意知影三规是佛法经。什么叫佛？什么叫法？什么叫经？你若无清楚，这个当中产生了误会，麻烦就大了。佛是什么？就佛像啊。法是什么？经典。经是出家人。那么佛是不是叫我们皈依这呢？如果你若是这样想就错误了。俗话常说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你要依靠伊，要哪靠得住啊？所以这泥塑木雕的佛像啊，靠不住，经典也靠不住。过去呢，大陆文化大革命啊，红卫兵迄个时代。把所有的经典都烧了了，佛像也破坏了了，这就是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怎能保佑你呢？所以一定要知道，佛教给我们三规，修就是团修，是教我们皈依自性三宝，不是叫你去皈依外面的三宝。那么外面的三宝呢，是启发你自己的自性三宝。那安尼就对了。如果你看到外面这主持三宝，外面的三宝唔知影回头转来皈依自性三宝。安尼就错误了。
啊，这就跟佛的真实去错解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皈依啊，都不了解。啊，所以不是皈依外面的三宝啊，是叫你看到外面的三宝，回头皈依自性三宝啊。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在印度啊，当时称为内明，内就是内心，向内心，向心性内面去求，不是加你向外面去求，向外面求就变成外道了啊。佛经上讲外道。啊，外道在佛法的定义叫心外求法，你是向外面去求，啊，不是向自己内心去求，安尼就错误了。啊，佛是教咱向自己内心去求，不是教你向心外去求，啊，心外去求就求袂到了，啊，向心外求就叫外道。啊，这点嘛，咱一定要清楚。玉祖大师讲得好啊，伊受修三规，惊大家误会啊。啊，所以在唐朝迄个时代，啊，伊讲皈依啊，伊都无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惊人误会。啊，因为佛法僧是梵语音译过来，啊，印度话。那么玉祖啊，伊就直接啊讲这三句话意思啊，伊老人家讲传授三规啊，教人皈依觉、皈依净、皈依净、觉净净啊，咱听起来袂误会啊。然后啊，再个解释佛者觉呀，啊，佛是啥物意思呢？佛是觉悟的意思。啊，你看到佛像啊，你都要想到我爱甲佛同款啊，佛是大觉，我要学佛啊，要学亲像佛大觉悟啊，法者净也，净就是净地净言，看到外面的经典啊，佛经是法。啊，念经不是念给佛听的，啊，是念给自己听的。啊，每天读经，就是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来修正咱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行为啊。啊，这才是真正皈依法。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学佛了，念经，啊，经念完了。啊，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无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修正，这都无皈依法了。啊，也是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净者净也，净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归是回归回头，依是依靠啊！你今日学佛学什么？啊，佛是觉的意思。我今日开始要学觉悟，外国在未学，学佛是这个意思。现在真侪人对于学佛这两字不清楚，啊，伊就不爱学佛。唔肯学佛，反对学佛啊！如果你换一句话讲，你是不是爱讲我啊？你敢是不是爱辩驳啊？啊！你若无讲我啊，你就未学颠倒啊！你若无辩驳，你就糊里糊涂啊！啊！伊要辩驳，伊要讲我，安就对了。啊！学佛是啥物？学做一个明白的人，学做一个觉悟的人，这都是学佛。印度话叫佛，啊，中国话叫觉悟。
啊，所以将糊涂将迷惑颠倒回头转来，依这个感悟，啊，这就叫回归。啊，回头转来依靠感悟，依靠明了，啊，这叫归依佛。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清清楚楚，啊，多少人也讲不爱学佛呢？啊，伊若敢讲不爱学佛，那岂毋是互人笑吗？啊，所以佛法哪有迷信啊？迷信拢是误会啊，无把这个佛法认识清楚。啊，法是政治正见啊，简单讲就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啊，你的思想见解无错误，这就叫违法啦。啊，那佛教予咱将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回头转来，爱依靠正确的想法、看法。啊，这就叫皈依法。啊，那么法的标准呢，在经典。第三呢，皈净啊，净是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点不染啊，就是咱来将一切污染回头，以清净心啊，这是皈依净。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呢？啊，都为家学起。啊，你修什么呢？觉清净。这个就是佛教导咱的，觉清净，修到圆满就叫佛啊。那么你开始学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就是菩萨啊，初发心的菩萨啊，修到圆满，菩萨修圆满就叫佛啊，叫做成佛。所以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拢是修觉清净啊，这不可以唔知影啊。那么修这个觉清净，你要用什么方法修呢？这方法就真多啦。啊，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文经，方法文经真多啊，拢是修觉清净啊。所以佛门里面则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殊途同归。啊，方法虽然无同款呢，但是呢，方向目标是同款的。啊，拢是修觉清净，无差别。念佛人应念阿弥陀佛，即持名号修觉清净。啊，中文内面用参究的方法修觉清净，教下用脱相大乘的方法。修觉清净，密宗内面用持咒三密相应的方法，也是修觉清净，无两样，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老师教佛法最高的修学指导方针啊，传授予咱，咱来保持一时一刻袂使离开，这叫修持。换一句话讲，咱念念拢是向觉清净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去精进啊，这就是佛的意思啊，这才是修持三归啊。这集的时间到，咱就报告到这。下边下一集，咱再继续向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